现在开始喽！喜来人生路，喜歌斗阵行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在下昼长的时间准时甲张丽斗阵来看戏。接下来时间，歌戏新月剧《金玉良言》精彩继续。玉女啊，有了金树的囡仔，这件代志何混都也知影，伊非常的生气，来到绣楼，想要一刀啊，杀了这个不孝女。不过念在骨肉之情，伊又唔忍心来落手，最后就决定叫玉女家己了断。混夫人知影以后，就偷偷的放玉女离开。结果玉女在逃走的路顶生了一个孩子，伊将孩子托付给尼姑妙贤，家己打算要女扮男装上京去找金树。目睭一年几年过去了，朝廷开科取士，真臭都堪的是，金树考了状元，玉女啊考了榜眼，天河考了探花。因斗阵来到丞相府拜相，三个人一见面，马上就认出对方。当日昏，金树就来找玉女，伊将这几年发生的代志讲予玉女听。玉女则知影讲啊，原来当初家己错怪了金树。故事发展到这，好不容易团聚的金童甲玉女，接下来会遇到什么款的代志？金玉良言精彩的大结局，马上为您送来。如今做道路梦，来哟！放了。
我是小刚唱到临头要加催你，海里来，将伊关入死牢，莫外丘陵，不准任何人参加。是，请问，能不能带走那将王？小贱人，无你之术，以我困。为何？大哥，大哥。
相还啊。暗魂啊，忽为红尘啊。查甫敢若洗婚书，你就甲我拍，甲我骂。他们的身影活跃于城市的每个角落。啊，很开心，小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这里学习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用爱心呵护孩子的梦想。特别棒啊！来，我们掌声送给我们的。用守护把安全送到身边。深海危险。下期也不要贪凉下水，注意安全。用行动让厦门更美。谢谢你一起爱护我们的环境。与人玫瑰，手有余香，共创文明城市，共享城市文明。我不做金线人，我不做金线人，我不做金线人。痴心梦想梦会实现，泪长披锁已经见，你何必为伊醉饮天下，下来念那这是聪明。
来人！老爷，我要来去逍遥逍遥的。去，也好玩了。小心该看守。不是。Thank you.
拿天欢多走掠了一个金天欢啊！老夫奉旨跟张天欢，如今必以夺走。老夫便是要献万岁交旨呢。这啊，二弟不必多礼，咱不如来一个啊，引爪出动，一网扫尽。此话怎讲？像那拿万岁的动意，点在暗处，咱不如简直被报案。头大恶报，但做那金书阿翁很定哦。那万岁的动意定来营救，到时咱就将银一万扫尽。嗯，好妙计，来，来，先进欢，头大恶报，面露大叫，就讲要斩天欢那金书。嗯喵喵喵啊！浩宇兄弟，浩宇兄弟，是不是输？你帮你落山，去见你的父母。姐姐，你又丢了。
好，你好，合作愉快啊，改天见。妈妈，妈妈，你来这边，好好看啊。小贝，你慢点。哦，真漂亮。周围没人。周围。先生你好。文明观展，展现你我涵养。什么人救了我啊？是你这妖奴！妖奴！切！公主，Thank you.
若无，休怪小孩童手下不留情。
有一种信仰，藏在时光的深处。在家里找到的是抗美援朝的见证，有一种信仰，值得去不断追寻。这次我们要挑战用说唱的方式创作一个新作品。有一种信仰，鼓舞着你不断前行。我传我，强国有我，青春是我，奋斗是我。向下生根，向上开花，传承红色基因，强国复兴有我。Thank you.
天子，你快带你回去呀，祖基。是会嫉妒，爸，爹爹母亲，爹爹母亲，爹爹母亲，你我最好一样，就管好来，到一步好快，父母亲。遂被困，行得五条风河，将士齐心，反败为胜。如今真相大白，陛下哪家无罪？雷虎陷害忠良，打入天牢，听候发落。玉女身为女子，入朝为官，本应治罪，念伊舍身救父，深受国王感动，陛下无罪。哪天何灭，自救营作恶多端，立刻处死。哎呀！啊，落去！我红万岁！爹爹，害你！爹呀！娘子受苦了。爹爹，来，这位乃是表妹玉女啊。为父全部知情，为皇将真相告诉伊我，咱哪家幼子先后忠烈的媳妇，乃是祖先幽灵，要为我哪家送来金孙呐、啊！浩基，赶紧叫阿公！浩基，拜见阿公！孙儿免礼啊！孙儿，你爹娘立正干身，咱该回府。为因主持婚礼，心传这对金玉良缘呐！多谢公公。金玉良缘到这就全部播送了咯。蓝天河最后可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马上是大快人心。那明仔日要来看的这部戏叫做《千里姻缘路》。爱看小朋友，会记得明仔日的上一个时间，又还是中午的十二点，准时来锁定的门卫视，关注到底来看戏，将来继续帮您分享刷落来个性的发展。好了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咱明仔日再会。